戏呢。昨夜熬夜打游戏，我也困得不行了。睡觉。我也睡了，老师马上要来检查了。今天午休纪律还不错，过会儿再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都睡得跟猪猪侠似的。记得打我，韩梅梅我来了。就知道要这个货，我倒要看看要耍什么花招。钱，钱，黑头发也有了，老爸肯定爱死我了。摘女生头发，不然先去黄豆，再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再来一个金色的，老爸不得赏我一脸奶茶。一个大男生天天就讲得这么聪明，还有半点